来哦，我加了马英狗，你的汽车专家。啊，看到我身边后面这台 i8 有没有帅气？哇，那我今天不想要介绍这个，也不想要介绍它配备有虚查。我今天要介绍的是 i8 的通病。我跟你讲，你们知道 i8 有什么通病吗？它虽然是有一颗小引擎，有一个电池，它电池基本上呢也有人坏过，这也算是一个通病。但我们今天不介绍电池，因为那个没有商品可以介绍。我今天介绍一个东西来，大家知道这一颗是什么吗？这一颗呢就是冷气哦。一般这种电车呢，哦，油电哎，电车来讲啊，这是冷气哦。你它只是把它缩小版成这样子哦。i8 的冷气呢非常容易故障哦。那压缩机我们简称就是冷气哦。你一般家用冷气跟它原理是一模一样的。那我们现在呢有知道这个通病，有办法解决。好不好？如果你们 i8 也有冷气压缩机挂掉的问题，要花很多钱，好不好？欢迎找嘉良万贤哥，你的汽车专家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们想要看我继续介绍 i8， 那等你们留言，你们有留言我才要介绍，不然我就不要介绍。再见，大家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